不断摸上了飞机，哒哒哒飞机，京东大街上蒸笼飞机。进来吃火鸡的老铁，站站点起来，我们点票不卖，好不好？上东方，上东大，和我们一起拼，翻越时间过，我们这边能快，那个隧道，穿越大时代，不用什么话，能说话，把这场流血。感谢感谢大家努力。他们的幸福难免纠结。所以这是什么特效？怎么怎么样？连着飞呀！对，所以在上方便的吗？我在的梦里，幸福就在了，天使的模范，温暖中自身。真的是我的心愿，是你的梦幻，没有发展的恋爱，我们两个都交往，还是妈妈的爸爸，我的家恋爱吧，我只要一位人留在旁边，不用进去。女孩的世界告诉她什么条件，在我的心最好的妈妈，我们永不同处，用我丢弃什么，在我嘴巴说出，我的眼睛说一下，说妈说妈妈说没人，你好好的守着，因为你老是我的老爸，我不会我和你老是我的老爸，所以一天一天的去找传说，你在身爸爸。我的生命之间，希望天天走远，别人我眼睛，我的大事在身边，你我的感情是否早有数了，因为暂时又发现这个藏我的眼睛那么的话，点燃在手上。啊，你唱的好难听。伤悲的江南，才能老不断。如果你的办法。喜欢妞妞的老铁，有没有小红心鼓励一下？你看妞妞都打得满身汗了，小红心在哪里？感谢感谢。哇，还有墨镜呢，好帅哦。山坡的江南，才能把我感谢十一年。你要的话，点燃在树上。来一波漂亮的妞妞。要不等一下等他们打完打不好，要不现在就这样子发拍好。我写这样子拍太黑了。啊，我拿吧，你让我拿。我们需要九个朋友送出爱心，我们就有特效出来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孩子的精彩表演，听妈妈话，要乖，好好学家庭舞，好吗？直播间的老铁们，能不能凑够九个小红心？一人一个就够了啊！我也可以拿五星，五星，五星。接下来一首《中国字》，中国人送给大家，有请我们中国明星来掌声欢迎。妞妞的小粉丝过来找妞妞合照了，加油哦！没事，他在前面也可以。好，刚刚你们发现，刚刚孩子都非常热爱舞台哈，感谢，感谢他的学习和自信的做足，通过在舞台上面不断的磨练，那么孩子们大大喜欢、爱上舞台，那么他们打鼓的时候也就越来越有自信了。你看，咱们的更加有动力了。擦一下那个，我纸巾有，爸爸。过来擦一下那个吸管。
妞妞的姐姐，像不像？感谢人生如梦。首宝丽明星吧带来歌曲《印象中国》，有请我们妞妞还有宝丽的陈喜瑶、江信义、王立森、妞妞、何其峰、梁书童一起来演奏这一首《印象中国》，大家掌声有请。
掌声在哪里？好，谢谢我们优秀的学员，感谢妞妞以及我们的齐峰以及他身的小伙伴们。